就是浊音排不下去，这时候口舌生疮啊，牙龈红肿啊，则生肿胀。那么清气在下，则生孙泄。下焦非常寒凉了，就是凉嘛，就是清啊，清凉。那么阳就是寒湿在这个中下焦呢，这时候人就会出现腹泻拉稀啊。清气在下则生孙泄，浊气在上则生肿胀，此阴阳反作，病之逆从也。这是病的一个状态啊，这是古书上对这种上热下寒的一个描述啊。这个清阳这个应该是在上，浊阴应该是在下，所以呢清阳为天，浊阴为地啊，所以正常的一个寒热分布。